嘢啦，王奶奶，唔好俾佢走雞。Lucky，Lucky，Lucky，Lucky。钱在哪儿？我认识你阿姨的。我要鼓一个保镖。红龙可不是好惹。嗨。What about lunch？ 老公，我有点饿了。一分钱一分苦。奶奶，你欠过他们的钱。你要 money order 还是现金？现金。钱在哪？我听说你最近赌运不太好，是吗？那为什么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总是发生？你个流年运系仲系好噶。